后来，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全力来阻挡着陈菊，不爱让伊入去立法院避询。那这个立委嘛，因为安尼起小怕，啊，这个立法院的外口，毛未少的民众来甲国民党赞声，都惊民众会直接冲入立法院。所以，这个立法院的外围，除了来设路闸、铁架啊之外，阁有几啊百名警力伫个现场戒备。拒绝抽佣。南亚民众伫立法院外口集合，要求退回监察院长的提名。拒绝这样子的贪捕名单，我们拒绝监察院东厂化。上个月底，国民党立委占领立法院一场，就有蓝营支持者直接冲撞立法院旁的巨马，试图要翻过去，再回警方在巨马前面再加装了一排栅栏，就是避免民众再冲撞一次。这摆不是用弄的，改做游行去监察院抗议，不过嘛是发生岔气。民众讲有申请落款，警方讲无，用人要甲阻挡，要控制民众举家刀出来，天气这大，大家火气，敢那拢真大。现场个群众不断和媒体拍照起冲突，场内场外那里的人员拢在对射，检察院的人事同意权，另外院的内外拢真闹热。